朝思暮想的爱笑服务员来了，干活呢。妈天哪，啥玩意儿呢？是啊，哎呀妈，你看你注意安全是不是啊？你看你这一天你注意点安全，你这好有你吗？这哎呦，我看看这没砸坏吧，胳膊没事吧？哎呀，这脑袋也没事，这腿也没事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事儿？没事啊。哎呦我天哪，你生活里边没有我，你说是不是？安全都没有保障，那我怎么报答你啊？那你能怎么报答我呀？我说那你请我吃饭行，你请我喝饮料行吗？行。陪我去逛街行，要看电影行，当我对象行啊。那你这样的吧，你陪我出去旅游行，那你拉一下手不行。那你还能干啥呢？那你陪我回家串门。行。那你我亲你一口。不行。那你我明天上你店跟你一起来上班行不行？大天天在一起。行啊。那你跟你老板商量，把你店盘给我吧。行。那你要我抱一下子吧。行，别哭了。怎么啥事儿都不行呢？一点意思。